9924这一题是一个圆的问题啊，圆跟坐标轴一开始呢，它有两个圆，它们的圆心都在三负七。好，那我们先把第一个圆画出来。那为什么我要这样画呢？因为它说这个圆跟 x 轴相切。好，所以你今天圆心在三负七，要跟 x 轴相切，表示这个圆这样半径要多大呢？对，就是等于是这里的 y 坐标的绝对值，好，所以这里的半径是七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圆，另外一个圆它是要跟 y 轴相切，好，所以我们可以再画出来，好，这是另外一个圆，对，那它这里要跟 y 轴相切，所以跟 y 轴相切，它的半径其实就是它的 x 坐标的绝对值，好，所以这里是三，那大的部分是七，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两个的半径比就是7:3，好，那半径比跟周长比其实是一样的，好，周长比也会是7:3。那如果他现在想要问面积比，就才要选平方，才就是49:9，好，这是面积比，好，但是这题的话，他是问的是周长比，就跟半径比是相同的，所以答案就是选项 B。